死亡降临的那一天，人们回过头去，这一生两手空空，所拥有的唯有记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前世拯救了很多人，我想让他活下去。得把这个神教授给我弄死了，不要日月啊！这个家伙可不是送我的头。哎呦，心里喜欢就喜欢，说嘛。他还在？在哪儿？镇魂灯封锁的是他的灵魂。赵丽，你干什么？我想试试看。多么的宝贵！你是救世主啊！赵丽，你去地府之前是个和尚。这个迷宫是用来困住昆仑，这次定可以救投胎。成功吗？我如冥府了解冥王，昆仑，你得帮我。我就是喜欢。记忆缺失环节，说不定那就是你做的一个梦，这不是吗？这种感觉太强烈了。开了的眼前的模样，你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年纪？寂寞，我不知道。关了灯，全都一个样，找回你曾经的记忆，就要把心门打开。回到绑架时间中去。喂，没有病，我要出事的话，你养我吧。随白发老去，随着你离去，快乐渺无音讯，随往事淡去，随梦境睡去，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。在我心里，只要喜欢一个人，就是一辈子的事。就算我老了，傻了，失忆了，我也得看着他，照顾他，让他过得更好。可是我弄丢了你。你上次说要找的那个人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潘神，你有女朋友吗？独守风暴。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就深藏在心。夏薇啊，我终于找到你咱们去。我以前就学过了，你早就是我的人了。